大家好，我是小鬼黄生，接下来收听的是 Kiss Radio 娱乐线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午安，时间来到11:28，一起来关心今天4月3号礼拜二的娱乐线上。首先我们来看到是超级亚洲音乐节哦，将会集合了这个台湾、日本还有韩国等多组艺人，4月28号、29号在高雄艺大世界的大草坪开唱。而参与演出的歌手像是小鬼黄鸿升还有吴克群呢，也特别出席了记者会，为这个活动来造势。对于当天的演出内容，吴克群透露说打算要开着爱车大黄蜂上台开唱哦。那黄鸿升则是表示说当天会带一个 band 演出哦。这一次除了摇滚的方式之外，我们可能会加入一些舞蹈的 dancer， 然后我自己当然可能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可能舞蹈在里面啊，或是除了就是大家印象中的摇滚之外，我们会颠覆一些不一样的方式。而在今年的超级亚洲音乐节，有东方神起、罗志祥、杨丞琳、瑶瑶、郭书瑶、百 Q 等多组歌手参与演出，每一组艺人将会演唱长达40分钟哦，宛如是一场小型的演唱会。那韩国的摇滚团体 CNBLUE 则是宣布，这一次演出将会首次在台湾演唱最新的单曲《Hey You》。而日本的偶像团体 WINS 更是宣布说，在演出前一天将会举办握手会，这也是 WINS 除了日本之外第一次在海外举办握手会。所以歌迷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。